者吴佩桦台北报道。三星2011年推出记忆储存相关产品，业者宣布正式进军台湾，以及 EVOPLUS 以及 PRONDORANC 以记忆卡系列，容量 32G 至 256G， 售价377元至3490元。三星全系列记忆卡主打四防耐厚、防水、防磁、耐高温、防 X 光射线，例如支援 IPX7，能在盐水中浸泡长达72小时，那热范围为摄氏零下25度至85度。此外，看好台湾 DIY 电脑市占高达40%，同步上市860 AVO、860 Pro、860 AVO M2 以及2018年最新970 AVO、970 Pro 等五款固态硬碟，容量250G 至2万亿字节。售价2625至26000元，其中970系列瞄准电竞玩家，大幅增进效能，看好台湾电脑 DIY 市场。三星推出五款固态硬碟，三星提供三星眼镜 EVOPLUS 以及 PRONDURANCE 记忆卡系列来台，主打四防耐厚。三星提供